没有面朝萨克的敌人。我们走吧。感觉这个英雄很捞。诶，他就不来，他钱也不打、太捞了这个。蓝不够用。钱都不好打。瞧瞧你的背后，线推不过去，躲 Q。 哎，我觉得打 W 挺好的，左旋 W 推线很舒服。 AP 小车，所以说要玩 AP 小车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痛苦面具，放这个推线。杀不了人，走路 gank 走路 gank 一手。抓不到，哎，他六级了，打死他，我打死他。哟，你还想给我放这个？哎，漂亮。我们走吧。我没蓝，我溜了。我先出一个这个狂风之力，主 Q， 主 Q。不会打不这个英雄有点捞。有点痛了，把我盒子给打了，好烦。我这肯定是 AD 流了，就靠一手隐身秒人。你无不无聊，老是打我盒子干什么？
哎，躲掉，舒服 ，A 死你 ，A 死你 ，A 死你，完美。这个大招放的时机非常到位。舒服，走喽，收个蓝去，狂风之力够了。我可以考虑 TP 手这个盒子，把它偷死。我来了，他没了。哎哎，怎么说？痛不痛？痛不痛？痛不痛？哎，舒服。现在觉得有点好玩。使用 W， 它不会打破这个线形的。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跑不了。算了，不追了，这追太浪费时间。干过去，干过去，我们去偷一个红去。感谢 ALYXE 的飞机。打红好快，偷袭。再靠近一点。哎。哎，开大招！哎，哎，哎，到位！单杀能力还是有的啊、哦，还是有的。哦。走喽。有点肥，2200块，80刀，来个攻速鞋，看到我了，有点恶心啊、哦！这还要大我，这也要大我，我操，有点猛啊！哎，可以，没死掉，他死了，最后一下，不慌的。出一手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天马特。三代快。哎，就是一手三代。我去吃个峡谷，好像还不太能吃啊。中路打一波，哎，我们走吧，哎，嘿嘿，你受得了，我有队，你知道我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。下去抓一波，不行就推啊，抓不到人就推。
有个睁眼。感谢石蛾子九宝的飞机，谢谢九宝。全是睁眼吗？再靠近一点。1.35的攻速。够了，我去单带向了，再出一个这个东西，这个或者收集者。咦，不会吧，应该守得住吧，四个人这守不住是不是太菜了一点。你胆子好大、哦、哎哎哎哎，舒服，我这手分身你分不清楚。我靠，我们家没了，队友在干嘛？我醉了，家没了，来抓我了吧？没人来，哎，推，走喽！他们人多啊，我不打，我有 TP。我去抓落单的，出个夜之风刃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抵挡他们一手大招了。哎哎哎，大招好，我操，这个 IC 聪明了，这叫双招跑路。走啊走啊走啊走！偷袭他，他可能会到这里来。哎，走啊走啊走啊走！我就知道他会过来。推，我被发现了，我先溜了。想打我，我溜喽。再回首，假装走，找落单。逮到就哎跑，人多不跟你搞，换个位置再来一次。哟，叼的烟被逮到。哟，你恐怕能把我杀了，你恐怕能把我杀了，你恐怕能把我杀了。你分得清哪个真哪个假？哎哎，对。哎哎哎，偷袭成功，真的是有。哎，你敢过来，
你敢过来？哦，我操！哇、哦，这个瓜皮！太捞了，这种命也不要。就交闪现硬换我，我先收波兵。去上，现在有夜之锋刃了，没看到，哎，秒掉，哎，狙跑你也跑不掉，伤害爆炸。继续单带，我有 TP， 是时候要教育他们一波了。来人，舒服哦，没人来帮我好烦。怎么这么菜啊？哎，我队友为什么这么菜啊？还跑一个？什么鬼？这什么人啊？点了没意思呀！我的天，我无语。13-20，他跟我来手没意思，然后跑一个，然后全部挂在这投降。我买这个，来了，走啊走啊走啊走，走啊走啊走啊走，走走。继续推，继续推。这里可能会有人。诶，诶，诶。哎，秒杀！走，走啊走啊走啊走，走啊走啊走啊走，啊！这我死了。出个什么呢？无尽 boss 他们，出个这个，打他们盾，主要我的队友不太团结。快来人哦，他们要打大龙了。没打，很好。我来了。
出点饭，好。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哦，猫跑路。哎，跑不掉，我操！太菜了呀！尴尬。不一定输啊，不一定输。我们先找个人。防备有点好，全都是扫描，快快快快，骚扰他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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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吸口血。火龙，火龙吃了，吸点血，我打死你，我捞比英雄还少个人。这个这名玩家坑人，上来直接逃跑，真的是无语。我带不起来，我刚想去带线，加就没了，打也打不过，还跑一个，真的很烦。